到嘅嚟教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我教大家点样拜佛。首先我做一下示范。我而家讲下拜佛，我平时会注意啲咩细节？第一个空间，如果你同个防身球员太近，你就去做拜佛，你好容易俾人偷波，又或者唔似，点解呢？因为你空间近嘅话，你根本射唔到波，你做拜佛，人哋都可能会唔信，就算你做咗几次都冇用。咁我会运用脚步去拉开个空间，先至做拜佛嘅。仲有一个细节咧，系咩咧？仲有一个细节就系你平时你点样去运用脚步之后射波，我就会运用脚步之后点样再摆佛，呢两个动作要一模一样，咁先至会似，先至会逼得。下集再见。